他们去哪里？走了，快把他们叫回来！紧急事态，紧急事态！他们看到我们不见就要回来了啦。那边很难回转的，真的是。对，看一下，对面活动中心或是路边。里面有个地方可以停吗？我们到了。我的头发好乱哦。我的头发也很乱。不要喂猫猫。可是我想喂猫猫。咦，过失。随机搭的。小黄鱼那种。我就想吃吃看这个，感觉就很特别。吃醋。这个我觉得一定要吃。微辣。这个。贴心小提醒。早午餐。哦，它是这样子。哦，茶。这个。还是喝这个。那不能喝这个。哦。它还有冰冷。对啊。它很多东西。没了。我没了。现在录了。Hello，Hello， 你今天走的是什么风格？今天走裙子加长裤。我今天的风格有点微妙。你今天是？你看我夹了一二三，夹了里里扣扣。有看到我夹子吗？是不是很漂亮？掉掉。掉。我们等一下见。很丢掉。这是什么？油醋，油醋酱。那是这个盘子啊。那这里面有水煮蛋、西瓜、火龙果、培根，还有这是地瓜吗？嗯。地瓜。嗯。炸鸡。嗯。这不是辣椒，希望大家把那块面包吃掉。嗯，火龙果。没关系，它是好吃的。嗯，都很好吃。嗯。刚还有新鲜的苍蝇没有介绍到。其实不要蘸酱很好吃。嗯。是蘸了酱就多了一个味道。这家卤肉酱就好。
心，你帮我吃茄子啊，我帮你吃炸鸡。啊？什么？这不对等。嗯，哪里不对等？我可以帮你吃菜，那我可以把地瓜吃掉吗？他们的茄子是在地小农种出来的、欸。他的那个野菜也是啊。哎、欸，这是地瓜吗？是。也、欸、没有，那是南瓜。嗯，这是地瓜。如果扣掉饮料的话，嗯，那也是900多哎、欸，是吗？没有，扣掉饮料，哎、欸，差不多900-800多。八百多到九百多。嗯，就一个人200-300。我真的只能有点好别。对，最后吧。喝饮料掉下来。哎、欸，真。这是皮腰，哎、欸，这是皮腰，不是，是这个。这是皮，这个好，那个不好看啊。这个吗？对，那错。我心里要退多久？退不到。因为那个太丑了。对啊。那个看起来太难吃了。菜，你说的也看起来太难吃了，退不到家。因为太近了啦。你知道怎么样吃火龙果不要可以不用血盆大口？这样就是你把火龙果切小块，我刚刚就这样直接往后面送。嗯，耶！我刚刚看你牙齿都红的。对啊。我觉得你是赢家。我其实在觉得，哎，我的炸鸡，我们两个不管到哪里都要抢。你看，我有补一块茄子给你耶。哪有？来，茄子嘞。笑了。谁要吃南瓜？我吃好了。哎，难得你对蔬菜这么的积极。我本来就积极呀。哪有？你就只会对肉有积极。它里面的肉才只有鸡翅而已，哪有熏鸡啊？肉才够你。我们的车子停在后面。前往下一个地方。嗯，好高哦，这样子只拍到四十九。喂，嗯，干了，我出发了。